胖涂家开始了啦！大家好，我是涂家。今天我介绍给你们，你们常常问我涂家在台湾有没有胖，很多人说涂家的脸圆圆的，我当然没有胖啦。你们觉得有没有？我觉得没有。可是你们想不想要我看我之前的样子？你们看。我觉得我没有胖，我胖了只有五公斤。骗人。哈，八公斤。骗人。好的，我说九公斤。哎。OK， 我胖了13公斤，可是我怎么办？台湾的美食很好吃，你们看，这个是好像我的宝贝，3、4个月的，你们看，哦 ，baby， 呜，啊，他打我了。为什么我这么胖吗？我介绍给你们，因为是台湾的美食真的超好吃，你们看。这个。还有这个。我为什么这样的吗？因为是我喜欢的皮肤。这些美食吗？不是，还有台湾的饮料也很好喝。我们一起看。有这个。你是我的小友小朋友。知道我有一点胖，可是我当然开始运动。台湾的美食很好吃，饮料很好喝，还有水果，在土耳其没有的很多水果，还有台湾的饼干跟巧克力。我已经变成台湾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越来越胖。我的很多土耳其的朋友说：“土家，你这么胖，我们是很瘦，我们怎么可以跟你一样胖？”我推荐你们。你们快来台湾，台湾的美食很好吃。台湾 ，Number One。所以我开始运动，我现在81公斤。我来台湾的时候，我67公斤，我胖了大概13、14公斤。可是没关系，因为是我开始运动，还有我真的超喜欢台湾的美食，铁板烧、台湾的火锅、麻辣火锅、红烧牛肉面、锅贴、水饺、炸鸡、鸡腿、便当、台湾的果汁、台湾的水果、台湾的菜、台湾的饼干，所以涂家加油，胖涂家，瘦涂家，涂家开心的。我胖的时候，我知道有些优点跟缺点，可是缺点超多。很多人说涂家你是36岁嘛，有些人说涂家你是40岁嘛，为什么这样的？还有我的女朋友说涂家你很胖，胖涂家。还有买衣服，好不看，胖涂家。我刚刚吃饭了，其实我没有这么胖。你刚刚吃了什么？我刚刚吃了铁板烧，我吃了2碗白饭，我还有吃了牛肉，还有2种菜，还有我喝了3杯可乐。其实我没有这么胖，这边有3杯可乐。那我喜欢它，软软的，你看，好像软糖，土耳其的软糖。屁股也变大了，有没有？大屁股。现在我的屁股比我的女朋友大，还有我的胸部，你们看，我需要穿那个。如果你们想要涂家跟瘦的话，你们下面可以写留言吗？你们喜欢还有这个影片的话，你们可以分享吗？
你们分享每个人看到台湾的美食这么好吃，所以外国人来台湾胖13公斤，好不好？我很喜欢你们，我很喜欢台湾，老台湾。